段南边是穿过水尾溪的下面，问题是它穿过去的地方呢，会让人家感觉它像是一个，好、哦、像是一个路桥从上面过去而已，因为它只有短短的80公尺，短短的80公尺，不像花东线是穿过马踏安溪跟透风溪的下方。好，我们通过一个小小路桥下方之后，你即将要穿过的这个就是水尾溪河底水道，哦，全长只有80公尺。来不及了，刚要进来。这个真的要死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刚才那个隧道，对，其实那个时代不太像是河底隧道。觉得它是像河底耶。应该平常有摄影。对啊，才会感觉。可是我们要配音，我们不应该讲话。不会，你们讲的地点很好。